Uchi high to low plank chaturanga. So, 这个high to low plank, 它是一个 push-up. 如果你没有做过 push-up 的话，你可以把你的膝盖放在垫子上，也没有关系。那如果你做过呢，就是身体你的重量稍微往前一点点，然后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往下降，维持你的身体是平直的。吸气，上犬式，吐气 ，high to low plank chaturanga。你可以把你的膝盖放下，来吸气，上犬式。